呢幾年拍咁多部動作片嚟裏頭，都發覺好少係真係去拍真功夫。呢部係幾男仔嘅一部戲嚟，冇見過一啲咁大場面嘅動作片。哇！揾命播嘅喎，全部都好哇！五四三二一 Q。男兒本色呢四個字係要活得有尊嚴、風度。有呢個名字可能比較 strong 啲。今次嘅動作係會選擇拳腳功夫片。我幾中意今次角色嘅，其實我覺得幾正。唔係呢種。韋景浩係一個好單純嘅警察，咁好死板，但係又好可愛嘅。我覺得如果有呢個人。咁佢喺戏里边系一个少年得志嘅警察，但系就好型叻。我没有想到导演会跟我说：吴京，我想让你做一个有情有义的反派。喺《男儿本色》里边，都想讲个精神。呢部戏其实就系讲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譬如骄傲啊、不寸进尺、自我膨胀。你就要将你哋嘅短处抹走，将你三个人嘅好处加埋，系一个人活着嘅态度咯。用乜嘢途径系先系正确？就系男儿嘅本色啦。今个暑假，男儿本色有我谢霆锋、余文乐、房祖名。今个暑假，动作练场。